吃懒月娇，喜欢睡觉，喜欢包水饺，不喜欢绑腰。我是懒月娇，我喜欢睡觉，我想包水饺，不喜欢绑腰。喂，这是郑钧的专访，语气这热唱是来乱的吗？他出道仅四年，以毕生练习生入围金钟，外界看他很幸运。你知道 Britney Spears 有首歌叫做 Lucky， 他就是讲幸运。She's so lucky, she's a star, but she c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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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her lonely night, thinking if there's nothing missing in her life, then 幸运是肯定幸运的，可是因为这份幸运，它带来给你的功课没有更少。就是觉得是你的功课。对，入围或者是很幸运。所以突然间变女主角，我觉得我算是很谨慎的在面对自己这些心情。没错，以下揭开她超金的内心世界。就是你不喜欢什么，比方说爆红啊。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太虚幻了，然后我会有点害怕。有时候其实人的一生没有这么多机会的，你可能就是 you only have one shot。突然间想到阿姆的歌 ，You got one shot to make things flow。就是这样，会把自己心中的澎湃藏起来。对。所以可能因为是这样才长了甲状腺的肿瘤吧，它会有病变成恶性的可能，所以我就要割掉。所以你是很容易给自己压力的。对，然后而且又自己觉得没有，自己以为没有，跟自己假装没有，喜欢装没事跟装酷。我觉得这是面对自己啦，面对自己，花一知己。追求梦想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会让身边的人为难。所以我就不做了。如果我自己躲在我的小世界里面，我做空服员，只要我不回来跟他们说我发生什么事，他们就永远不会知道，他们就不用担心我了嘛。尤其是妈妈，啊，妈妈就会觉得，只要不是称赞的评论，都是在骂女儿，都是在给她女儿指教。我一方面又觉得说，其实妈妈就是 she's your biggest fan， you know， mom is always daughter's biggest fan。对，我就回来就。不用讲。